Kinder.苏教官，你咋来了？您进去他们人呢？进医院了。里面有杀手吗？听到有枪声，应该有。对面有几个人？一个，挺厉害。不过俺顶得住。正门你守住了，不许放任何人进来。是，我进去救人，掩护我。一，二。 师傅，共党那部队的车已过红湾路口，估计再有5分钟就能到达医院。。苏教官，小心点，别动。
对啊，拿他脚。是。 确定他们的位置。无论是狙击手，还是观察员，身上绝对不可以有反光的东西，因为反光的东西会暴露你的位置，暴露位置意味着死亡。